嗨，下一首歌叫做《太阳》。因为我现在我今年表演很少，对，然后每一次的表演的机会我都虽然是我自己选择让表演很少，但是每一次表演的机会我都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珍惜，非常非常的希望就是把全部的自己掏出来，这样表演是一件很自虐的的行为，对，那。再一次的谢谢今天所有在场的人，不管大家是就是有特别来看谁，或者是你们只是路过，或者是你们觉得这个活动很棒，我希望是第三个，我希望大家都是因为这个活动很棒而来，对，然后总之非常非常谢谢大家今天在这里，我们用音乐沟通，我们用音乐一起度过美好的一个下午，这样，对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就是希望大家的今天、明天、后天、大后天，每一天，即使有不顺的事情，即使有痛苦的事情，都可以，找到能够陪自己一起度过的人。然后每一天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去想明天自己可以做什么，这样，然后好，下一首歌叫太阳，谢谢。
谢谢。